不签了。佛就问他，那你呀干什么呀，站着哭哭啼啼啊？他就告诉他这个姻缘，啊，好好，你来出家，就这样，那就出了家了。出了家以后啊，任何人呢有他的缘的，他一看那个缘呢，他跟目犍连尊者有缘，他就告诉他说，尽管舍利弗尊者啊那些人都说，可是啊，你要晓得，真正对事情的了解只有佛。佛无量阿僧祇劫数积累的功德，那些没有一个罗汉具足，所以他们呢都可能了解你的前行。你有善根的，跟谁呀？那跟摩犍连尊者。那么叫他叫个摩犍连尊者，摩犍连尊者们就带着他了。摩林尊者一想，哎，这个老头子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但是世尊说的那一定没问题了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跟着吧。那么就他剃度了以后啊，然后呢他也跟着大家一起。虽然跟大家一起，这毕竟是个老头子啊，啊，那什么事做不来，是不是这个年少这个比丘啊，大家都好捉弄他。哎呀，他自己觉得我这个在家里面就苦恼，觉得出家也可以啊，解除苦恼，结果出了家又更苦恼。哎呀，他越想越苦恼，结果跑到恒湖边上面啊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这身命啊也送掉了。他就把那衣服脱下来，对他恭敬顶礼，我绝不取舍三宝。啊，但是呢，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修学了，所以啊，我自心恭敬的祈求三宝加持我，然后让我转世啊年轻就出家，然后呢，他被那件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，拜完了，咚，跳到湖里面，啊，跳到湖里面自杀。那个时候啊，这摩犍连尊者啊，就因为剃了那个这个老比丘啊，啊，这个老年人就观察说，哎呀，我这个。老徒弟啊现在在干什么，一看到那是跳到狠屋里面去了。摩连尊者的神通啊，人就把他救出来了。救出来了以后就问他，诶，是你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如此这般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跟着我吧。你跟着他，然后呢跟着他就带他去说啊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带你去散散心吧。好，然后呢散心，就跟跑出去的时候，诶，第一个就看见一个死尸，那个死尸啊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死尸，跟那个死尸身上有条虫啊，那个虫它那个嘴巴里面爬出来，从那个鼻子里面钻进去，然后钻进去眼睛里爬出来，在那地方转，就看见了那么美的人呢，啊，死掉了啊，这觉得很可怕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一条虫啊，在地方成了看的，啊，真是作恶心啊。他就问了啊，这师傅啊，这个什么啊，你现在不要问，等一下告诉你啊，再跑。再跑的去啊，他前面又看见一个人了，是一个女的啊，在那地方干什么？在那地方啊，煮一锅啊，大的油锅啊，叫呱滚，滚完了自己的蹦跳下去了啊，把那个自己滚熟了以后啊，然后呢，捞出来自己吃，哎呀，这个痛苦不堪，死了以后，然后再活，哎呀，他是看的是毛骨悚然，啊，这怎么一回事情啊？啊，等一下告诉你，那再看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么一看呢，就看到第五个，看见一个大山，哎，那个山是大的不得了的大，大极了的一个大山，就这样。那么到那个大山上面呢，他又看见了，反正是看见各式各样的那些啊恐怖的事情啊。那么完了以后啊，他又问他说这么一这个地方这么有这么一个大山呀？他就说那个大山就是你呀。前身死下来的骨头。什么？我前身死下来的骨头？那好了，我把前面的前后的因缘哪都告诉你吧。嗯，刚才你第一个看见那个死尸啊，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那就是那个每个国家的那个长者，那个长者啊，夫妇两个都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个长者的夫人呢，长得非常美。那么他们到海里面去求宝，那不幸啊，到了海里面呢，遇见呐。一乘那个黑风啊，那个船呐，翻掉了嘛，就人死掉了。那个大海不容死尸，那个海发，所以把那个死尸啊漂流到岸上。那么这个女的本身呐，啊，她长得非常美，所以生前呐，啊，对她这个身体啊非常执着，非常爱好。所以她死了以后，因为她那个身体的爱好执着，所以变了个虫。哦哟，他看一下，哎，这个人生一点意思没有，原来是这样结果。他眼前是变虫啊，因为他前身对那个尸体的执着，对这个对身体的执着，所以变虫。这个虫命完了以后，都地狱。
然后呢处是无边的苦，他听见了是寒毛直竖，原来对这个身体上这样好的身体都不能执着啊，那何况是我这个老的一百多近百岁啊，一无是处，他心里是越想越害怕啊。这样我们现在想到这地方啊，不必为营养而忙啊，啊，这营养忙了以后啊，你也投掉虫啊，他是个在家人哦，如果是一个出家人的话，你这条虫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哦，那他的第二个干什么？第二个是某长子家一个佣人，啊，那个长子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佛教徒。那么那一次啊是供生，那供生的时候啊就叫那个佣人呐、啊、煮那个供生的东西，然后呢他每次煮的时候啊总是先把好的东西啊先把它吃这么一下，哎吃够了，然后啊。完了以后啊再供养其他的生种，结果因为吃了很好的东西啊，哇长得啊非常好，跟那个主人说，哎你长得个这么好，你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，你是不是认认真真的去供养那些啊圣者啊，我是啊，我供养，因为主人你做得非常好，他们都吃不完，剩下来给我吃，我吃了这个好东西啊，所以这样来骗了他的主人。他因为生前骗了，所以现在啊就第一个先了受这个是花宝，等到这个花宝进了，将来就下地狱，要受无量无边界的苦，然后出来，这么一个一个这样子说。哎，说到最后他说啊，那么这个大山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哦，这样前身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国国王，那个国王啊是依法治国，他有一次呢国王吃醉了酒了，那么这有一个人呢、啊、犯了罪啊，跑着去问那个国王，那个国王说既然犯了罪依法治，然后呢就把这个人杀掉了以后啊，他后来酒醒了以后他就想起，哎那刚才有一个人犯了罪，那个罪人现在哪里啊，杀掉了，怎么杀掉了，哎国王你刚才不是说犯了罪吗就依法治，后来一想啊这个人啊罪不知死，哎呀他就很懊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是很正规的，可是因为啊他这样的犯了这个罪，但他平常因为啊做了很多啊善事，所以他那个隐业、啊、都未出生，但是他那个满业、啊、就是做了这么好事啊，所以啊完了以后啊投一个大生众生摩羯陀鱼，这个摩羯陀鱼是大的不得了啊，啊平常我们的禁欲实际上比禁欲还要不要的大多少倍，那么后来那个摩羯陀鱼啊还有种种苦报就不谈，他平常的时候啊常常这个一张开口啊就这样，这个我也简略一点的讲啊，那有一天呢、啊、这个摩羯陀鱼啊他睡觉一睡睡了一百年，那么他醒过来了以后啊觉得嘴巴渴，也张开嘴巴来喝一口水，他那个摩羯陀鱼一张开水的话，那个海水啊就像这个瀑布一样哇直泻下去，所以海上的所有的这种东西啊通通啊一起灌到他的肚子里，那个时候正有一船的人啊在那个船上就被顺着那个海水就扒下去，那下去了大家晓得哎呀那个是摩羯陀鱼，那个船上的人啊就可是啊皈依三宝的，一看见那个情况是这下没命了，大家拼命念啊，皈依三宝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，大家拼命的念。这个摩羯陀鱼出生有善根的，他一听见这个，哎，这个善宝相应的，哎，不可以，他马上把那个嘴巴就闭起来，啊，闭起来了以后啊，结果因为这样的因缘呐、啊，他一念这样的善根呐、啊，他就脱落这个鱼身，这样，然后呢，又投生到人间。然后呢这个余生那就是 no, 这个心里现在你那个大山了、啊、就是你那个所生的生，那么现在你就是因为说生一念的善根，现在就这样啊，原来这样啊，哎、啊、他一想到这件事情啊啊那是不得了，拼命用功，结果一这样的一个塞的老头子没多久啊真的过了。真的国以后啊，那目犍连正治啊就带他回去的啊，他神通自在，那他是真的国了，但是呢那些年少的比丘不知道，又看见这个老家伙又回来了，又跟他开玩笑，他真的国他根本不在乎，别人还跟他开玩笑，可是史真故晓得到，
犯人你随便轻视，轻视这个袈裟都不可以，何况这个证了果的圣者，那就叫那个老子啊，就跟他说啊，你现在啊出去做了一些什么呀？他就跟师尊啦，我的和尚告诉我这些啊，如此啊，那是你的身份已经啊数作一半了。然后呢跟他说法，他先审辩啊，这些年轻人一看呐、啊，大为惊讶，所以大家就啊，你看我们平常都笑他，这么一个老的老朽的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，他一念精进马上成功。这样，所以服侍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子蛮，那个杀人的一个人啊，哎，结果啊他也证了果了啊，安鸠摩罗啊，然后呢优婆利正在是一个下贱的人，他出了家也证了果了，还有个我忘记掉了，是专门的处分人，那是最下贱的人，他也出了家了，那对这么个老头子也出了家了，也证了果了，那对周利盘陀揭啊，周利盘陀揭叫世尊叫他念两个字少走，他念了个少走就忘记掉了，少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少走什么呀？少就忘记掉了，这念这么两个字念了几天，他也证了果了。我们现在总不至于这样吧？总不至于这样吧？注意啊，这个啊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原因在哪里？简单极了，就是你的心里边啊，就是你的心里边，你心里面振作起来，这个第一个。我一定要做成功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做成功这件事情啊！所以我以前曾经跟你们引用过几个典型的故事，比如福特成功的公案啊，乃至于啊近代很多这种有名人物成功的公案，它主要的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这心里边的一心的信念是，我一定要咬紧牙关，一定要立那个志啊！我们现在这里有最好的环境。你叫这个立志，最后有最好的帮助，有最好的教法，那成佛都不难呐。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。所以到前面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，我们呢以最圆满的这个德相之身，现在我们都得到了，尽管后面的几位还没有，但是我晓得你们几位都正在做准备啊，步步走上去，步步走上去，然后呢要里边的发最殊胜的一乐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佛果是决定可办，佛果是决定可办啊。说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因为下面刚讲中士中上士的两个，这地方我也讲一个故事啊，来比喻一下。刚才不是讲目犍连真真吗？他是佛力当中神作第一的，神作第一的，神通第一的一个人，最了不起的。有一天呢是这个白月十五送戒布杀的时候，佛在这个阿耨大慈那个龙王那里，那么就告诉那个阿耨大慈龙王看见布杀的时候啊，就来看，一看呢说，哎，舍利弗真真怎么不在？那么他就问，说一看舍利弗真真不在，他佛陀就跟目犍连真真说，某人呢，你去把舍利弗真真叫来，把舍利弗叫来，我们要布杀了。那么当然是目犍连真真，他因为神通第一嘛，哎，他就去找，哎，一看呢那个舍利弗真真啊还在啊吉古多园啊，跑着去跟他说，他说这个师兄啊，佛布萨佛让我来叫你去，好，那你等一下，我这个那个袋子解下来，那个袋子他叫他等一下，他说不能等啊，不能等，要拉着他，那那个时候有根袋子摆地上，你拉，你先拉那根袋子看，然后呢目犍连真他神通第一，那就拉那个袋子啊，就尽其神力是不能拉动，那个舍利弗真的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拴在这个粘佛提树上面，因为目犍连真的神的第一，就是他拉那个袋子，个大力都在那跟那个动啊，这个袋子一动都不动。哎呀，怎么这样不行啊？这样，那么第二次啊，他想，哎，这个舍利弗真的一看不对，他被他那个大力拉动的不对，他不要绑在那个树上面，他就把那个袋子的那头啊，就系在那个须弥山上面，
他还在拉，结果啊，虚面上又摇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摩羯轮的那个神力是个这么大，但是尽管他神力拉，这个袋子还是拉不动。不过舍利弗真的一看，他不对不对，他袋子虽然没有拉动啊，虚面上被他拉倒了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他就把那个袋子那头啊，就拴在四正那个座位上面，他再去拉，一动都不动。哎，他心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说好了好了，反正我已经呢尽了我的责任，师尊告诉我来叫你，你不去，你管你的，我可去了。所以他说完了他就走了。他神通第一哦，当然他是死神通，一刻一下就到佛。结果他跑到佛那里一看呢，舍利弗那住着好好的住在这个佛的前面。咦，奇怪了，他就报告师尊了，师尊啊，是不是我的神通退失了？你说我在神通第一，对呀，你神通第一，是不是我退失了？你没退失，那没退失，为什么我跑着去叫舍利弗的人先拉那根大袋子拉了个半天不动，最后回来的时候，明明我先回来，结果他我等到我回来，他住的好好的住在那里。那不是不是，那不管了，好了，回来了，我们就不杀吧，那不杀。结果很多弟子啊，本来大家觉得摩羯轮真正的神通第一，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件事情了，大家心里想，哎，这个家伙也不过如此。这样大家就轻视他了。哎，菩萨完了以后回来，佛晓得这个圣者随便起个轻视心不可以，他就说啊，说我的弟子当中啊，摩羯轮真正的神作第一，你呀表演一点给他们看看。好，怎么表演？他就是一动一个脚站在须弥山的顶上面啊，然后另外一个脚啊站在那个梵天呐、啊、上面，然后呢他把那个站好站稳了以后啊，就一脚踢那个须弥山，那个须弥山一踢啊，那个整个的大力就哐天翻地覆，哦，大家都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服服帖帖，发现啊，对对对对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。这个公案呢是同样的说，讲同样的佛怎么样还没讲，同样的讲两个罗汉，可是罗汉当中啊，妙嘞，舍利弗真是智慧第一，摩羯轮真是神作第一，尽管你神作第一啊，也不过智慧，说明什么？佛法的特质在智慧，佛法的特质在智慧啊。那么舍利弗真是尽管大家是不是罗汉，他智慧第一，您这个神通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怎么比比不过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跟佛啊来较量一下。下面是有一个公案、有一次佛在那讲法，他晓得佛啊，他有好几个公案，那个佛的是梵声音相，梵音声相，这佛的这个声音啊没有近远的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任何地点，任何人听起来就这么美妙悦耳，与他的根气相应，就这么恰如其分。你一听那个声音啊，就全部被他灌注去了，一思维他的内容啊，你马上得到好处了，照着去做啊，马上真的胜果了，那是这样的好。所以啊他就想，他那个佛的声音啊到底能够多远，他就找，结果尽他的神力啊，一直找，怎么找那个声音始终就像耳边，始终就像这样子。结果走到有一个骨头，那个骨头名字忘记掉了，那个佛啊叫做光明王佛，找到那个地方，找到那个地方，它还是如此。那个光明王佛的那个佛身啊非常长的，它那个长的多少是佛身高4000里，那个菩萨身高是2000里，我们现在的人身呢、不到一丈，不到一丈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他这个比起来大概多少倍啊？一里的话，我们以前的华里是多少？150丈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拿我们现在的比起来的话，是啊，60万倍，哇，不得了！你不要说60万倍啊，是10000倍，你不要说10000倍啊，10倍，而10倍一比的话，100倍。现在10000倍，60万倍，那你怎么能比呢？所以这个摩羯轮真是啊，那个比起那个地方的菩萨小的，那真是不能再小的。我们还找不到这么小的小虫。那个菩萨那时候正在吃饭，吃饭呢，摩羯轮真的也不晓得那个是钵，他自己当然那么很小，他就站在那个钵的边上面就游行。那个菩萨正在吃饭，哎，怎么那个黑点呢、
哎，菩萨一看，原来一个小小的像他友情了，他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人，他就在看，嗯，这什么？今天那个脖子边上来了个小虫啊，那是佛可晓得的。哎，这某人你注意哦，这个不是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啊，是某方，这个好像东方吧，释迦牟尼佛住下上首弟子神作第一的目犍连尊者，你千万不要上了他，你不要再看成小虫了。哦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他就心里，嗯，他想这个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大概一定是他那个弟子是神作第一，是这么样，他心里起了个念头，佛就告诉他，哦，你们千万不要轻慢心啊。所以啊，他为了让那些弟子们不轻慢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某人呐，目犍连呐，你呀，使一个神通跟他们看看呐。嗯，啊，说是是真。然后他马上一现，现一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身，然后呢，在虚空当中啊，现一个大的狮子宝柱，然后呢，这个宝柱上面有各种璎珞，无比的庄严，然后呢，璎珞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莲花，每一个莲珠上面有释迦世尊的化身之说法，啊，那个神迹啊，就以他们这个地方是从来没看见过，哎呀，大家无比的赞叹呐，赞叹的不得了，那个时候啊。这菩萨的这个慢性的通通降服，那光明王佛说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啊，他就恢复。不过啊，他就告诉他，哎，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？他说我啊，又想找那个佛的圣愿，找了半天找不到。这个佛的圣愿其实你可以找的啊，佛的凡圣愿上，他跟法界相应，没近远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你永远去找，永远就是这个样啊。这是我告诉你，这下目犍连尊者也服服帖帖了，哎，我真是起个妄心。佛一直告诉我们，这个罗汉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你要吃佛的字的话，你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。我怎么今天为止起这个妄想？好了好了，回去吧。就这样，他又回去了。结果啊，他也没办法回去。哎呀，怎么也没办法回去啊！他那个神力可不可倒的，这下他就慌起来了。他求那个佛陀，光明王佛说，就是以你的这个神力。不要说你现在没有气力，你就有气力的话，你都没办法回得去啊！要经过几劫啊！那我怎么来的时候就那么随便听一下就来，怎么回去的时候怎么回不去？那不是你的力量，是佛的力量啊！哎，那怎么办呀？他是苦恼的要命。那很简单的，你呀，一心归投佛啊！对呀，啊，我以前不信佛，这个绝不可以啊！所以到那个时候啊。他就一心归命，才心里面一念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哎，好好的回到了佛跟前。这个里边有很多特别的意义，我不说，说明了一下啊。二乘跟佛之间，尽管证得同样的果啊，佛同样也得到这应供果的名字，罗汉也是应供果的名字。这两者之间啊，是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比，完全不能。这个概念呢，我们必定要清楚明白。眼前这个教法还没说明之前，我们心里边呢，先把这种故事摆在心里。等到你学完了重视，学完了上师，那时候你就很清楚、很明白的原因何在。现在呢，我们不妨心里想啊，没错，对，现在既然我们得到了这样圆满的身，然后呢，只要发这样圆满的意乐，一定得到圆满的果。实际上呢，这个还是最省事、最方便、最好的路。现在走下去，看卷六152页啊，经历圣真。具大悲者坐，他每一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啊，一定呢是归敬世尊，归敬世尊，这个道理一开始就说过了。如是随念当死，即是死后独去之道理，能令其心啊厌色现世，与后善趣发生希求，这就是。下前面下士道当中所说的皈依之因，因为内心当中有了这个认识，当然这个认识一定是依靠善知识指明世间的真相，
你如理观察思维的结果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就啊要求皈依，是吧？此有共同皈依，皆有定解合背，一股是历练断我修散，正能获得妙善趣妙位。哦，由于这样的因，所以啊，你皈依，由于这样皈依的，最后达到了解正确的佛法的根本，如法行持，断我修善，所以啊，真上生。哎，然非以此便生细作啊，你不要把这个啊作为啊满足啊，这个话讲一下，这个话讲一下。我们现在啊，有没有得到这个？对不起，很难说。以我来说，我自己晓得还没有啊，所以啊，我自己啊，一点都不敢马虎。我以前我有个毛病，懂得了一点了，哎呀，自己就懂得了不得了，人家告诉我的就听不进啊，我总觉得很懂。现在我看过很多同学当中啊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他懂得了啊，他总觉得样样都懂了，然后呢，那其他也听不进了，啊，这个好遗憾，好可惜，世间也是如此，出世也是如此，或者你看见，这看见的不是坏啊，的确的确的，那的确确是好，可是不幸的我们看见的什么？我们看见的是物若物事的凡夫世界，在这个凡夫世界稍微好一点。然后你就觉得以这个榜样的话，就算你做到了也只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前面我们告诉我们，你证得了这个圣者的罗汉果都不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我这地方特别提一下，如果你自己觉得啊我很对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前面告诉我们的啊，你真正相应的话，如果你发现你自己错了，那你是有智慧的人，你有了这个啊，你就可以爬得上去。反过来说，你自己觉得你很懂了，那对不起，你这是一个啊四字聪辩最多，而且这是啊八难中人了，这是我们呢、啊、千万要注意的啊。所以现在啊，前面已经提醒我们，这地方更告诉我们了，千万不可以啊觉得够了啊。所谓这够了，已经升起什么？已经升起共下士之量哦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你们自己检查检查，是不是你已经升起共下士之量哦？我们共下士之量升起什么现象啊？一看见眼前现在，一跑到斋堂里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可怕呀！我不能不吃它。所以你每吃一口啊，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啊，如狂野是止肉香啊，你越吃是越难受，吃的可以饱了，哎，赶快放下来。那个才是升起哦。如果你吃的时候越吃越起劲的话，对不起，那到共下士都没有哦。如果在这种情况居然喜乐的话，那是完全错了、进一步，是令发起共下士之意乐，即发共众士之意乐，厌色生思一切事已，依此因缘而发大菩提心，引入上士。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就觉得满足呀？哦，是说呀，这个地方啊，让你作为基础，先从这个基础上面做这件事情。这个基础部分是共跟下士一样的，这个叫共下士。然后更进一步，再上面一步中士，这个是因为共中士一样的，它共中士的内容是啊，厌色生死一切。这不但是求后世，后世升了天你也不要。那么依这个发大菩提心，引入上士，这个才是。故于此中啊，须修中士义乐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下士的量嘛，进一步啊就更要上去。哎，念了完了小学啊，也就中学了，不要说哎呦我小学了，我现在样样都懂了啊。要是说哎我现在小学了，念完正好念中学了。这样那就对了。